白天阳光照射，因陆地沙子比热小，温度上升较海水快，陆地上方亦形成上升气流，海面上较冷空气流过来补空，形成海风。夜晚海水比热大，温度不易下降，在海面上方空气形成上升气流，陆地较冷空气流过来补充，形成陆风。以上为沿海地区日夜风向相反的现象，白天吹海风，夜晚吹陆风，这是空气对流所产生。